慢点哟。哎，比他也多哎。他说：“你想怎样呢？你想怎样呢？”大家好，我是李宰信。哦，真的有人很高兴。而且我可以感受到他真的蛮紧张的，因为他的耳朵都红了。아지금많은기자분들계셔가지고더긴장하게되는것같아요因为现场真的有很多的媒体朋友们，有很多的记者们，所以我真的蛮紧张的。啊，不行，我也想去韩国哎。这样是什么？哦，来来，小张，跟我一起走吧。哦，天哪！香气，香气这么冷啊？哦，好。香气，香气 ，Enter， 请问一下，